按照官图，阵风的头部应该是类似于显示器一样的东西，不过模型里边并没有提供贴纸，所以这个部分只能靠自己进行补色。头部是通过了柱形卡榫进行连接，带有旋转可动，同时头部的零件又非常小，建议使用胶水进行加固处理。胸部前端以及胯部也是有安装装甲，这个部分会比较松，需要加固。胸部和胯部通过柱形卡榫的连接是带有旋转可动，在胯部是设计了三段式机构，虽然是小比例产品，但是在可动方面一点也不含糊，甚至小比例模板把玩起来相对来说会比较方便。同时本款模型在全身几乎所有的柱形卡榫组合度都会偏紧，安装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。手臂和胸部的连接中间是有一个单独的零件，这个部分在活动的时候需要好好调整一下。肩部平台也是柱形卡榫的前后合设计，这个部分的可动超过180度没有问题。手臂和肩部外侧也是安装了护甲遮挡原本的孔位，上臂的旋转、肘部的可动以及手腕部分都是柱形卡榫进行连接，稳定性和可动性对于这一款模型来说是比较够用的。大腿根部的设计和肩部设计是类似的，整体的活动性没有问题。腿部外挂装甲也是带有可动，但是大腿会剩余一个卡榫没有遮挡，大腿根部也是设置了平转关节，但是这个部分会受到前端的干涉。膝盖左右和的柱形卡榫连接，活动性在90度左右。脚腕部分是采用了球形关节，这个部分安装会偏紧，需要用力。阵风的脚掌设计会比较大，并且后面还是有可以活动的轮子设计。阵风的武器配置提供了以下这几个，除了手持的武器，剩下还可以挂载在驾驶舱顶部的通用卡榫上。那么阵风大概就是这些东西，其他的几款结构和玩法也是完全相同，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。肩垒和阵风在全身大部分的位置都是相同的，不过肩垒没有裆部装甲，头部和阵风也是有一定的区别。影雷算是这几款机甲当中风格最特立独行的一个，其他的几个都是厚重的方块化设计，而影雷属于尖锐化，类似于突进近战机体的风格。除了武器是通用的之外，剩下的装甲只有脚部和石英是完全相同的，造型上相对来说会比较对我的胃口，可动也都是常规的配置了。红山大部分的装甲和肩垒是相同的，膝盖装甲也是反向安装的设计，脚部区别会比较大，红山的脚部相对来说会比较高，并且红山属于是维修工程机，肩膀挂载了两个钩子样的结构。最后的石英是结合了前面四款几乎所有的零件和武器装备，石英整体的外挂装甲是最多的一个，并且骨架和前面四款也会有区别，肩部关节会更大一些，手臂也是多了一段关节，变得更长，同时可动也会更多。当全部这五款都拼完了以后，还会剩下这一些配件以及部分的装甲零件，可供玩家自行的选择进行使用。那么到此为止，大花鸟的影子部队就已经全部介绍完成了。作为小比例机甲拼装模型，当前这个素质表现，个人感觉还算是比较到位的。30块钱的价格，性价比是有的。但是我个人属于是体积控，喜欢大一点的东西。六角机甲、盔甲小队以及今天的大花鸟的影子部队，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小。虽然不合我的胃口，但是这种小比例机甲终究是有属于他们的圈子。单论模型素质，零件是偏硬的，组合度是偏紧一些，可玩性和拼装自由度会比较高，全身都是3毫米的通用接口，也可以适配大多数的通用配件。那么至于剩下的玩法，就需要玩家自行开发了。本期的 CGO 模型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